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感导师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我们认识2天就决定在一起，到现在交往1年了。随着我们交往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互相暴露的缺点也越来越多，我们互相猜忌不信任，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对我来说，爱情就像牢笼，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手。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张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小赵22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啊。大几啊？大三了。大三，谈了多久？我们谈了有1年多。算是校友啊，还是什么呀？嗯，对，算是校友。是一个专业的吗？嗯，不是。不是。你学什么的？我学工科的。你呢？我是学艺术的。谁追的谁啊？嗯，算是我追的他吧。啊，你们工科那么多男生，对不对？你很稀缺的，你干嘛去倒追一个艺术男生啊？因为我就是一个性格就是很直来直往的，我就如果喜欢的话我就会去。那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呢？长得帅啊。啊，现在的女生倒是毫不回避啊。今天谁要来？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就是我们俩之间就是也有挺多矛盾的吧。发生了什么？姑娘说啊。就是我俩吧，就在一起没多久，因为之前不了解嘛，然后我之前就是一个比较爱玩的女生，嗯，然后就有一次她生病了，第二天我朋友生日，然后她也没多大病，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她就生气了。去干嘛去了？聚会啊，我朋友生日。跟什么人聚会？就我一个女生朋友，好闺蜜。就俩人？也不止，还有其他人。其他什么人？其他的有男生也有女生，就对啊，你说清楚嘛，跟一群人出去聚会了，这我们就理解了。嗯、对，这有啥不行的？去呗。他跟一帮男生聚会啊，那你说人家有女生，你别胡说。但有男生啊，当时我在生病啊，那他虽然是小病嘛，没他也不是活不了嘛。是啊，那他直接就不管我了。那做男女朋友的哪有这样的呀？不是管你啥呀？你啥病啊，小伙子？我当时就是属于有点感冒，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嘛。那你吃个药不就完了吗？那我还是希望他过来照顾我嘛。那女朋友嘛，对吗？对呀、啊，我想着我也不是医生啊，你说是不是？那对吧？那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然后他就生气了，因为我之前他当时他跟我说的，他说要写作业，我说啊、嗯、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撒谎，他骗我。那是因为我之前出去玩他都生气呀、啊，那我想着是吧？那就跟他。哎，你女朋友是不是经常出去玩？没认识我之前老出去玩。认识你之后呢？认识我之后我看着呀，但有时候抓不着影，抓不着他人。就男朋友不太愿意，不喜欢让你出去玩呗，是这意思吧？嗯、对，希望他改是吧？是啊。还有啥？还有就是他脾气特别暴躁，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会扔东西，就扔我的东西，就是全部都扔到我门外，衣服啊、包包啊、鞋子啊之类的。不扔自己的吗？不扔。那我自己东西多贵呀，花钱买，我为啥要扔我？那我东西不贵呀、啊，那我东西哪样不比你贵啊？他最过分，他扔我手机，我手机那么贵，一下就给我砸了。为啥？我赔给他了。那是因为我生气了，你才赔的。不是你为啥摔人东西啊？他我一生气，有时候就克制不住自己嘛。完之后他还老是跟我犟，你知道吗？他喜欢跟男生聊，完之后我就说
那不行，我不乐意，完了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那天就啪嗒就摆在人手机这。你喜欢跟男生聊什么呀？就平时你也知道我们是工科的嘛，那接触的肯定男生多一点啊。那平时啥上课啊，什么作业啊？正常社交是吧？对。他微信里边有200多个男的，这很正常啊。我没见过，我女生都没那么多，我加了从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他300多个好友，我直接一次性给他摆200个全删，就给他留100。他主要是因为他前女友的事儿，他就特别烦，可能我跟别人暧昧。我前女友就属于把我当做提款机了，当时比较傻嘛，比较青涩。你知道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搞暧昧，这一直都是我阴影，他都知道。他们班本来有一个喜欢他的男生，喜欢他？对，喜欢他的男生，但是一直没说。嗯，完之后就那天我们本来约好说一天跟我在一起嘛，我寻思他多陪陪我，完他跟我说啊，我们临时加课了，我说那行吧，那你去吧。完过了一会儿，完之后突然给我冒出一句，他说要出去聚会，完之后他去主动问的喜欢他的那个男生说你去我就去，我说哪有这样的，什么叫做你去我就去，还是喜欢他的男生。哦，我真没见过这样的。那是因为我在我们班就跟那个男生玩的比较好啊。那我们班其实我说真的我都不太认识，那我如果他不去的话，那我一个人去就很尴尬，而且他还偷看我聊天记录，他偷偷把我微信好友全删了，而且他还干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什么事儿？就他把我俩的合照印到传单上面去，然后还写了一些特别肉麻的话。写啥？就写一些哎呀这是我女朋友啊就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见着我们班的人，然后我朋友，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到处发官宣。对，人家朋友圈里面人家晒一些礼物啊，然后出去玩啊吃的什么的。他写的啥呀？就是这是我女朋友。对呀、啊、然后就是大家就跟他就离远一点啊之类的，类似这种。不是，主要是我不是你这个，我想着是那他是我女朋友嘛，给大家知道怎么了，那就我这寻思大家能多照顾他一些，给他们朋友看看，这稍微互相照顾一下。哎呀没有别的意思啊。你这么年轻你。而且他还特别粘人，就是那种一天到晚谈恋爱就必须得一起，然后我早上上课，然后到晚上我才下课，然后一下课就得去找他，然后作业也得带过去给他做。不是，然后我晚上回去之后还得打电话。不是，我跟他我都说过了，就你的作业嘛我帮你写一些嘛，然后我也给你留了充足的休息时间了呀。那就两个情侣在一起怎么了？那就不应该腻在一起吗？那晚上打电话打到凌晨一两点，那我第二天早上8点我还有课呀。你太丢人了你！我就寻思你丢了很多男人的脸，你知道吗？我就寻思他能多陪陪我，我没有其他的意思。而且我闺蜜，我跟她在一起之后，我跟我朋友基本上没有出去聚会过，就没有再见过。然后后面有一次，突然就发微信跟我说，就说我俩谈恋爱就跟坐牢一样。然后她每天都监视着我，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她男朋友在那儿，然后她就上场就跟人理论起来了。她闺蜜跟碎嘴的似的，跟个长舌妇一样，那谁任谁听谁能得劲儿啊。还有她那男朋友，她男朋友也蛮不讲理，这俩人真就不会天生一对儿。我跟你说，她闺蜜男朋友跟那儿碎嘴的，完之后当场那我不开心啊。后面就去找他们，然后打还打输了。不是，那我挨顿揍，我帮你看清这俩人了。你就像平常我们俩消费，他花钱大手大脚，就比如说一支口红300-400，出去吃顿饭300-400，还天天下馆子。我们俩就去生活费，完了再加上一些我打工能赚点钱，就大几千一个月，这谁能受得了啊？是吧？那我在一起之前我也是这么花的呀，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吧，那我买的东西我都花我自己的钱吧，除了吃饭我花你的钱。不是，你花自己的钱行，那我可以，我同意，行吧？但是那你说你买完东西你藏起来，完之后我比如说我发现了，你骗我算怎么回事啊？你1000块钱的东西你说500块钱，500块钱的东西你说200块。那你不生气啊？那别的男朋友都是给女朋友买的，那我都没叫你帮我买，你还生气啊？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跟他分手的对吧？没有，就是想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理解的我理解的挺透彻的，你就是想跟他分手的对吧？你不用遮遮掩掩，就一般男人都要经历过这些才能成长，他不太适合你。
我也觉得，就是咱俩在一起太快了。你看，你怎么了？为什么把一个恋爱谈成这样？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就可能是因为前女友的关系吧，可能有一些受到伤害，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个阴影。啥阴影啊？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人家跟你在一起又不花你的钱，人家跟你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胡来。但是我害怕。怕啥？心里会害怕吗？怕啥？就总觉得她会跟别的男生一起，总觉得她也就是在骗我。女生，你现在还喜欢她吗？过去是帅嘛，现在一年多了，再帅的容颜看看也就那么回事。你像曲伟，我们看了12年，你说他再帅，我们也看也就那样了，对吧？以前确实觉得真帅，你看了13年了，这都是，对吧？那莎娜从一小姑娘看成一孩他妈，你说我们看着也，对吧？也真是也就那么回事了。你再帅又就是，你现在还喜欢他吗？现在没有当时那种感觉。对，没感觉了吗？没感觉你就把他踹了呀。你大方一点啊！但是我有说过呀。他不肯分。就他说想，就是调解一下。哦，这才弄清楚，女生是要蹬了他，他不愿意是吧？嗯。然后女生没办法，就把他弄到这儿来说：“几位老师，你们合着伙的，把他从我这个船上给拽下去。”人就说分手了，你分不分吧？我舍不得吗？我不想分。哎，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刚才说受到了前女友的伤害，但你怎么能自己受过伤害，知道有这么疼这么伤心，却以此来伤害你的现女友呢？还有未经他同意用他的肖像印成了这样的海报传单，到处去散发，以此彰显是男女朋友。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看到的那就是一个控制欲，控制欲的背后，那就是自卑。控制欲的可怕在哪里？就在于，一旦你的控制行为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很容易走极端。印传单海报就是走极端。女生对这个男生要么改变，很显然你做不到，要么接受他，很显然你内心不允许，要么离开他，这一条可以有，好吗？您就直接说离开不就得了吗？来，于老师，真的是颠倒过来了啊。摔东西摔你的，
摔你的手机，删你的朋友，不尊重你的朋友，当着你的面和你的闺蜜他们发生冲突，不经你允许把你的头像印在宣传单上去跟人家乱七八糟的说事儿，你为什么能让他如此做呢？为什么？因为你不够有力量，你不够有主见。他所有一步又一步做这些事情你都默认了，到最后其实你还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方式来回应，就是你在骗他。他生病的时候的确那病不重，哎，你不想照顾他，你该干嘛干嘛，你说呀，不，我在写作业，你明明是去玩了嘛，结果你又错了。所以说为什么会得不到对方的尊重，那还是自己不够尊重自己，自己没有力量。所以姑娘，尤其是我们在成长，在恋爱，在交友当中，我们一定要自己先对自己有足够的自爱，不要轻易的去对异性朋友说什么你去我就去啊，这种暧昧不清的话，就不要给对方似是而非的回应，坚决。如果这件事情他做的所有的做法你是不同意不认可的，你就敢说出来，而不是逃避让忍让，这只能纵容他一步又一步做得越来越过分。男生不说了，男生俨然就不爱他，你只是在通过他疗伤啊，对不对？上一段情感当中受了挫，那这段情感我一定要占上风，我一定要管着你，我一定是那个说话算数的人，你就得看我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呢？你只是在自己跟自己在做一段对话，就是我是最强的，你自己跟自己说错了，你的做法全都很弱很虚，但凡遇到一个强一点有力量的女孩早就跟你说再见了，听懂没有？你不是在谈恋爱，你还是在疗伤，我认为你们俩特别不合适，赶紧分吧。就这样，沙大老师。哎，姑娘，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招惹了一个不该招惹的人，砸手里了。有人问，就说这个男生更看重女生的颜值、身材还是思想？然后在某个平台上，就是大家那个投票最高的那个回复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颜值和身材决定了我是否想要去了解你的思想，但是了解过你的思想之后，决定了我是否会一票否决你的颜值和身材。就是怎么说呢，颜值和身材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就像过眼云烟一样，但他真正这个人的内在有什么样能够长久的吸引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虽然这话是对着姑娘说的，但是说给你听的，就他明确的告诉你说喜欢你是因为你的颜值，但是你想和他长久的在一起，你要有内在的东西能够吸引他，而不是靠看着他和他在一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不要拿曾经的伤害当作借口，给自己的控制欲找了一个完美的台阶。你本身就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男生，不是因为你遭受了什么曾经的伤害。你要想一想，我经常，哎呦，我这句话，这些话我经常觉得是对姑娘说的，现在就是对着你说，我觉得特别别扭。就是你要想一想，自己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尤其是学艺术的，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学哪个门类的，如果你内在是空洞的话，我告诉你，你这艺术绝对学不成，你一点感受力都没有，一点这样的能力都没有，你这个艺术绝对长久不了。学艺术的恰恰是要包罗万象的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你才能有更强的那种感受力。所以现在你有什么，你就空有一副皮囊而已嘛。你的安全感，还有你的自信，还有你的对于自身的这种认可，是来源于你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力量。你要有一种男子汉的力量，你现在没有这样的力量，否则的话，你接下来碰到的每一个女生，每一任女朋友，都会是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那最后一句话送给女生的是什么？就是你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底线是不能破的，你有暧昧的苗头，只不过他没有发现而已，然后你有让他去
随意的去控制你和摆布你，然后你还不以为然去继续触碰他这个易怒的这个点，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你发现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他又是一个情绪非常极端的人，你就不要去触碰他易怒的点，但你偏偏不，你就要撩拨他易怒的点。所以姑娘，如果你要是只是因为仅仅欣赏一个男人的外表，那我们欣赏就好，不要把他变为己有，变为己有之后麻烦请你负责任好吗？谢谢，谢谢珊娜老师。我看我们前面四位老师的建议很简单嘛，就是一定要分开嘛，重新去找回自己。你要觉得你受伤了，你自己去疗伤。一年多了，这个帅哥看也看厌了，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不知道就自己对你的伤害这么大，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咱俩就会是这样的后果。就其实本来今天来到这儿就挺希望能接着走下去的，但是刚才各位评委老师说的那些话就其实有一些让我醒悟。咱们俩虽然就认识了没多长时间就立马决定在一起，我觉得确实会有一些仓促吧。怎么说，就很珍惜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心里还是希望能跟你接着一起在一起。我可能会尝试努力改变，但是就自己对你的伤害我也知道，就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就希望再考虑一下。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京云 APP、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添加 APP 网络电视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各位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的导师们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直播，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预测一下结局吧。学艺术的男生不懂生活艺术，不懂恋爱艺术，索性是在真情六十秒他知道自己错了，算不出。虽然是一个即兴的关系，但是分开也得需要一个勇气和过程。预测双出。双不出，双不出。沙大老师，我觉得男生会出来，女生不出来。好，来咱们看看结果是怎样的，请开门。激情的关系早一点结束，对两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好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是通过同学介绍认识的，至今交往一年。我们有着相同的遭遇，我们的交往面临着重重困难。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希望，我觉得真的很累。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王21岁，来自福建金融。小齐21岁，来自福建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一年呢。咋认识的？同学介绍的。你还在读书？嗯。家里知道他吗？知道，但是还没有带他回家过。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因为我们两个相处出现了许多矛盾，所以想来调解一下。什么矛盾？因为高二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那他的父亲在他小学的时候也去世了。我们双方都是单亲家庭啊，但是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家境比较富裕一些。那他们家是他妈妈在上班，就属于工薪阶层。然后我妈妈觉得可能有些门不当户不对。现在
为什么还要讲究门当户对这个呢？现在都是自由恋爱的时代啊，我们一起打拼，后面征得他的同意不就好了吗？是你信门当户对是吗？是我妈妈，她可能比较希望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这样让我少吃点苦。你自己怎么看？那可能还得看她的努力，要是她以后也能让我过上好的生活，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不仅门不当户不对，而且我们学历也不对等。我现在在上大四，然后毕业之后打算考公务员。那她是上完高中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念书了。那没有好的学历就不太容易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那她一直在频繁地换工作，那我妈妈她觉得就不稳定，就更不同意了。前面我确实频繁换工作，但是现在我也稳定下来了，而且现在的事情不代表未来的事情，不代表未来我还是在频繁换工作，并人生后面还很长，未来还很长，这只是现在这些啊。你一直在跟我说这些未来，可是我让你改了一个小习惯你都改不了。我们家家教比较严格，就是吃饭的时候必须要把碗端起来吃，不能放在桌子上埋头吃饭。那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遍了，但是他就是改不了。我下了班，我九点了，我只想我赶紧吃完饭，我休息，我躺下去休息了，我可能就没有照顾到这一些细节上。上次他带我回家见他妈妈，然后那天我们比较匆忙，没有来得及准备见面礼，然后到了他家楼下我才想起来，然后让他带我去附近的水果店买些水果，但他死活不愿意，他就说已经到楼下了，为什么还要再去买？我是不是有提前跟你讲过，明天要去我妈妈家，你就应该提前把这些礼物准备好了，到家了然后还要出去，大家都等你吃饭呢，都等着你呢。可是我这样两手空空的进去，我就觉得他妈妈的脸色不太好看。那他让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他妈妈在阳台上收衣服，收进来一大堆衣服就放在我旁边。那我肯定想要不帮忙叠一下衣服，想表现好一些，第一次去给人家留个好印象。那他妈妈就直接把那一大堆衣服丢给我叠。他只是放在那边，那你既然我们第一次去见老人家，做点事情怎么了？这只是一件叠衣服的小事。没去你家之前你还跟我说你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个红包，可是我们吃完饭走了之后，你妈妈也没有把那个红包给我呀。你自己吃完晚饭你一直要走了，急着回去，你们都还没坐下去说话呢。我妈可能也把这件事情忘了是吧，她总不能在饭局上红包就给你了吧，后面你们总是得坐下来聊聊说说话嘛。这个你会发现在后面他们要讲述的时候差异性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小伙子刚才问的，我为什么要门当户对，自由恋爱时代慢慢沉下来说不着急啊，后来应该冲突越来越大。是吧？我平时不爱看他的手机，然后有一次好奇看了一下他的手机，我在微信那个聊天框搜索小宝贝啊小可爱这些，出现了他跟十几个女生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跟这些人都是什么关系啊？这些都是工作上的需求，工作上客户去迎合一些客户而已。像你在淘宝上买东西，你客服他是不是亲爱的跟你说吗？而且我男生女生都有啊，我不是只有女客户好吗？那这件事情之后我以后不定时的看他手机，那他也会表现得很不耐烦。那你能不能给我一点信任呢？你还说你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女同事暗恋他，那个女同事她跟别的同事也聊不来，就喜欢跟找他说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给他带盒饭，那他去抽烟的时候也跟着他。你哪里看出来他就暗恋我？我们只是同事，都说只是同事，他在公司我也在公司，那么多人他总不可能只找我一个人说话，他找别人说话你也不知道啊，我们就真的只是同事而已。那你们下班之后他去吃好吃的或者是去海边都会拍照分享给他，这真的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吗？可能他比较爱分享吧，但是我也不想做绝，毕竟同一个屋檐下工作是吧，我不想把事情闹在家。女孩到底喜不喜欢你我是不知道。那你吃人家给你带的饭？那他给所有的同事都买一份饭是吧？没有吧，他只给你买？好像是。那他为什么只给你买？这我不清楚啊，这我不清楚。你确定你不清楚啊？不清楚就敢吃，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他保持点距离吗？保持距离，你自己怎么样你也很清楚啊。他怎么？你发小，他跟他两个男的发小一起出去吃烧烤，吃到三更半夜，然后再回去。那那两个发小你也认识啊？我们大家都是玩得很好的朋友，认识十几年，我们就真的只是朋友而已啊。真的只是朋友吗？其中一个你还喜欢他？那是以前喜欢了，我要是还喜欢的话，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啊？我跟他在一起不就好了？一个月30天，你们去吃30天的烧烤，只有你们三个人啊？我不说出来，你们后边是不是要看电影、要约会啊？每次去吃烧烤，我也会拍照发给你，跟你说我们在哪里吃烧烤。可是你还会问另一个发小，让他重新给你拍照发视频，你这不是怀疑我不相信我吗？但是有时候你们一吃烧烤，你就忘了回。我让他发点怎么了？我就想知道你们还要吃到什么时候，一两点了，我那时候发很过分吗？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多疑，而且还很爱出风头。上次我们两个和我们朋友一起去玩密室，然后他没有提前做功课，他就挤在最前面，然后找的线索也是错的，最后导致我们密室逃脱失败了，大家都很不开心。也就是你觉得吧，我们大家都挺开心的，只是你不要把一个氛围感的游戏去要硬成完成推理性的游戏，完成推理性的游戏我们去玩剧本杀吧，去玩狼人杀，这样比较快。我只是觉得你这样急于表现又没有把事情做好，这样反而更丢脸，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面子很重要吗？大家出来玩开心不是最重要的吗？你们俩当时怎么好上的呀？他追的我。追了多久啊？追了一个月吧。当时就觉得他这种坏坏的样子挺吸引你的吧？对。男生有觉得你们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吗？生活上一些小矛盾他都要跟我吵，矛盾现在越来越大。啊，那你怎么看你们俩这段感情呢？还是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是什么意思？可以相信他以后会给我好的生活，但是他得让我看到未来的希望。怎么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希望呢？他比如说他努力上进，有上进心什么的。他没有啊，因为在他的内心他觉得学业不重要啊。那你今天来到底想干嘛？你说分手就分手啊，你不用这么这个害怕伤害他呀，你直接跟他说分手啊。
特问卷。于老师，男生说的对，真真相爱，门当户对不重要，但您不要忘了还有一句话，真正相爱才能经受得起外界的阻挠和干涉。我问一下男生，你到高中就不上学了，是不想学还是想照顾家里？那时候我得出去赚钱的。也就是说你想早点赚钱养这个家，虽然你只到高中毕业，但我为你竖大拇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这个男生身上有一个品质我很欣赏，虽然他们家庭和你们家庭落差很大，他和你之间落差也很大，但是他不自卑，他很自信。但我担心的是他的这种不自卑很自信会演化成一种变本加厉和肆无忌惮，他为所欲为，他无所谓，他根本不顾及一切，我就是我，什么门当户对，我自己做的是最好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还寻求去改变他，有可能吗？你们两个人是无法合拍的，你不要认为他会为你去改变，绝对不会，要么你顺从他，这一点你又做不到。所以今天来到爱情保卫战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分手就分在今天吧。谢谢宝红兄。于老师，恋爱一年出现问题我们去调解，这个可能是一个常态，但是两个人最大问题无可调了，那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把眼前的事儿当回事儿。男方用所谓的我们什么自由恋爱等等悖论的方式来去对抗或者忽视什么门当户对，其实你们之间的差异要学会逐渐的弥合，把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无事。但对你来讲的话，你经常是无视这些问题，怎么了？无所谓。对于你，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因为你已经上班好几年了，应该有一定的阅历，至少你们想走在一起应该更多的相同或者趋势相同的方式才能让你们走得更远，但是你并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儿，不当回事就罢了，还有你还在制造事儿，比如说吃女同事的盒饭，既不当回事儿，还在制造新的麻烦，不考虑女朋友的感受。女方呢，你是有男朋友的人，在恋爱期间和发小吃饭，这个无可厚非呀，但天天吃那么长时间，吃到后半夜，一个女孩子家，这叫好的家教吗？所以呀，也要自重，这个感情相处彼此都要考虑你的行为，别觉得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个在某种程度来讲你跟他有相似的地方呀，任性啊，我想怎么干就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就行，想当然。所以恋爱了你就要考虑对方的感受，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对方的尊重，然后才能越来越好，否则的话你们还是独自的两个人，偶尔相交了最后还得因为独自两个人再分开，你们没有相同的东西，不能仅仅是相同的那些爸爸离世的经历让你们一直拴在一起，那叫什么恋爱呀，只能是同病相怜而已。恋爱一定是好的东西是在相同的，而不是坏的东西相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真的不看好你们两个，除非你们愿意改变。谢谢于老师。徐总，女生就对这段感情还有期待吗？不可能的，真有期待你们之间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干嘛你们不总在一起去沟通去聊呢，去增进感情呢？怎么还有时间还有这个心情去和那两个男的发小吃饭呢？
刚才用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夸张的话，就是一个月30次，还到凌晨一两点钟，这当然有点夸张，但可见你们的这个见面的频次有多么的高啊。我认为你们两个人早就知道下一步应该是什么了，但为什么不先说出来呢？我们就分开吧。你也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啊。那个给你带饭的女同事，你吃的心安理得？你在手机里所谓因为要工作所以称呼别人小宝贝，正常吗？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俩为什么不分开啊？男生，我敢说，当那天你看到你的女朋友没有带任何礼物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已经给她减分了。你认为这临时再去买，这不叫真情了，这不叫实意，所以你不让她去买，所以引发了后面母亲对她这种态度。红包一定是想给的，但是到后来看见不想给了，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没有带礼物，或者在相处之中没有足够的礼貌，他老是想走吗？所以其实你早已经打了退堂鼓了。所以说啊，既然你的母亲也不同意，干嘛何必坚持呢？何必为了反抗别人证明什么呢？到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到底别别扭扭的图什么。哦，图我们有主见，你们不同意的我们要坚持，看我们有主见吗？其实错了呀。家长在这点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见解是值得听一听想一想的。我觉得你们俩特别不合适。就这样，谢谢曲总。善达老师，你俩对于门当户对这四个字都是嗤之以鼻的，对吧？嗯，你也是吧。女方的妈妈说不同意，实际上你以为男方的妈妈同意吗？男方的妈妈也不同意。你们两个人看似是在反抗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儿，实则上你们俩只是因为你们想要反抗而在一起，你们不是因为真的那么相爱而在一起。你们两个人要明白，有一种情侣啊，他们是因为自己家人的反对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紧密，但慢慢的会发现他们紧密其实是在反抗家长对他们的控制，而不是因为真的相爱。对于女生来说，你不是嗤之以鼻吗？可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实际上你就是看不上他的。如果你看得上，你会让他从改什么端起碗吃饭这件事开始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你的男朋友，你会在意他的吃饭的一个吃相吗？你会觉得他处处时时都是很可爱的。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个人的经济条件和一个人的学历高低能够代表得了这个人的格局、眼界、意识、担当、责任、品德等等吗？代表不了。况且经济条件是你妈妈创造的，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的能力在哪里不知道，学历的高低只能代表你学习能力怎么样，但并不代表你的学历比他高你就比他高一等。所以在这段恋情当中，你完全就是在俯视他，你其实就是觉得门当户对是对的，你就是觉得门当户对其实就是最表面的那个物质，我们家就比你们家条件好，所以你想要跟我在一起，我妈不同意，你现在得让我妈同意，所以你得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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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也是，男生在反抗什么呀？通过什么微信上跟各种女生暧昧，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维护客户，没有人维护客户用小宝贝儿和亲爱的来维护的啊。第二件事儿，什么吃女同事带来的便当，你不知道女的喜欢你吗？你又不是傻。第三件是什么？他来到你们家没有带礼物，你也没有主动去维护他和你妈妈的关系，你是用这些种种一二三件事儿也来反抗你心里面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你从心底边其实也瞧不上他，你内心的声音是怎么着，你们家比我们家有钱怎么了？你真的因为爱他和他在一起吗？你就是为了要把自己心中的这种自卑感给抹掉，而实则上你心中就是自卑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是刚才跟他说的那些话，经济条件
和学历的高低代表不了什么，但你不能因为你的自卑而让你真的沦落为被别人说你看就是条件不好嘛，对吧，就学历不高嘛，所以你看他干这些事儿。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真被沦落成这样的人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清现实，到底是真的爱彼此，还是因为某些原因而不得不在一起，那就算了吧。谢谢，谢谢珊娜老师。他那个样子真是可爱，就是我要挑战一切嘛，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嘛，挺好的，挺可爱的。我相信一开始肯定是相爱的。我一直认为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儿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特别简单。咱俩谈对象，我进到一个大牌店里，我随手拿出一个包来，我没有炫富的意思啊，我打小我妈背的就是，我妈给我买的也是，我拿起来我刷一张卡我就刷了。你什么心理？有压力吗？有吗？说出来，说出来不代表自卑。我一直认为对财富的自卑，一个就是过度的炫耀，一个就是过度的藐视，那是真自卑。我年轻时候，我们都聊过这件事儿。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是不去星巴克的，因为他们老用英文念那个咖啡的名字，你知道吧？我口语特别糟糕，我都不好意思说卡布奇诺，我就觉得我要那么说人家是不是会嘲笑我，你连个英文都说不准，这就是自卑。然后你就想为什么你会自卑嘛，就找嘛。所以人都是在疗愈和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努力，我们向上，我们延展，我们去读书，我们追求一些通过我们自身努力可以追求到的东西。你知道我特别害怕你什么吗？如果把你所有的目光和你在生活里面遭到的所有的际遇的不好全部归结在财富上，你会摔特别大的跟头。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跟你讲的，就是我看到你上台那个眼神很凶的，我们在说门当户对的时候，我在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那个眼神就基本上面就是一种挑衅的。怎么了？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打小承担责任，你要保护母亲，父亲走了，你担的东西很多，你看世界的反应跟我们看的是不一样的世界，这个我特别知道。所以今天其实根本在我的重点根本不在于说你们俩好还是不好，我的重点是怎么帮助这个男生成长，因为他需要而你不需要。你妈说的特对，就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也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真的，你现在要的是奋力向上的人生和生长，他现在要的是稳定和享乐，你们俩怎么能门当户对呢？就这样吧，就是毕竟爱过一年啊，彼此好好的道一声别，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可能是我给你太多的压力，让你变成这。